结婚了播个回忆影片很正常吧？播个回忆影片很正常啊。木手工，暖暖猪，人蛙，一只野生的大牙狸出现了。战斗，飞叶快刀，有浇血啊，需要浇血，游戏很大声哦，来调一下啦。哎，溜溜溜溜溜溜溜！大牙狸，我觉得值得一抓，抓了。大牙狸被抓住了，允许选择地图，刺尾虫，刺尾虫是可以进化什么？也觉得有一点点大声，使用拍击，虫系打我这个有一点点难打。飞叶快刀，但是这个倍率上去还是可以的。无邪，双打，要更换木手工吗？不换，不换。飞叶快刀，先杀大牙狸。我玩宝可梦，那肯定抢的、啊。来啊，这里鬼换啊，鬼换你手压、啊。摇，继续摇。飞叶快刀有就放啊，水枪啊，两倍。初级扭蛋卷，隐藏香水。来，双打，打双打，威力啊，值得一抓。先给他来一个飞叶快刀，刷，威力这个进化之后还是蛮强的。大牙力，换你上了，刷。哎，对，暖暖猪。撞击，暖暖猪为什么不会喷射火焰啊？泼冷水，降对手攻击力，威力50，水系的神招哎、欸。学了。
回来吧，暖暖猪。迷你群想要与你战斗，使出了赤尾虫。哎，暖暖猪屌打，撞击，撞击，火系打虫系。小拉打，哎，这个很好打，先摇个尾巴。鬼子换人，上来吧，木手工。那这个电光一闪有点快啊，上吧，暖暖猪，撞击。哼，上吧，大牙梨。使用撞击，上吧润水鸭，电光一闪有点快啊，泼冷水，可以激流起来了，速度加起来了，泼冷水，是他不简单哦，那我只能说他不简单哦。冷蛙，冷蛙，杰尼，杰尼，喷火龙，做做效果，让大家都可以开盘哦。来啦，伊布啦，先给他一个水枪啊，直接抓起来啊，有适应力的伊布，哎，抓起来啦。加特工减速度 3V 的，白银香水双打，哎，喇叭牙只得一抓，喷火喷火，火花烫一下喇叭牙，哎，对，完了，被人烫死了。略烫。我玩宝可梦懂的都懂啊，点到为止哦，是特别有用的东西。一对鼠，哎，神脚，火花，拿了。加特工减特防，这个好像要一般物理攻击的比较好哎。而且他能力值好顶哦。他就是有一招那个连续拍到死的嘛。接下来25场战斗是双打，来全部双打。小忍居士哦，木手工 switch， 飞越快刀秒杀。终极扭蛋卷，高级东西拿了。短裤小子罗尼想要与你战斗，来，让你试试我的火花啦。物攻降低了，没事。火花特攻招，大牙梨。
你真是太不可思议了，抢走他110块。精灵球，甩手。好，火之石。火衣布哦，要啦，那先补血好了。蘑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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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蘑蘑菇，效果拔群，我们可以 一路用到有喷射火焰的。刺耳声哦，降防御的大便。虫系哦，来，虫系用一对鼠上来打，火花先秒一个，拍击，效果拔群。学会了烟雾，使用变硬，神奇糖果拿了，吃啊，小火龙。坏女人出来了，劲敌艾维尔，你忘了和你最好的朋友说再见了吗？忘了我的事就原谅你吧，但今天你必须与我大战。木手工，真卑鄙啊！选了一只 counter 我的，直接给你火花，击中要害。波波，哇，飞行系打地面系，不好处理。怎么看这一招的效果啊？很大的火花，火花，他木手弓竟然会电光一闪，你竟然变得这么强了。超级经验护符加学习装置，厉害伤药，虎狼犬跟咕妞妞，好，顺水压上来，火花加水枪，这一只超能力系的危险。我们这里火加水直接秒杀，学会电光一闪了，弱歌球三倍，哇，泰山压顶，好猛哦！泰山压顶85威力，值得一学。伊布必须得学。我这次应该转那个仙子伊布。两只鸟，直接来吧 ，boss 啊，先打波波，OK， 解决波波，
一对数五级了，回升。那只傲骨焰不简单啊，猛火启动。又拿到经验护符喽！经验护符加25%经验值，土狼犬加蛇纹熊哦，没参加的只拿20%哎。来，一对鼠上来练功啊！回身连打，超能力系的，嗯，龙尾啊，神招哎！准备让我的喷火龙学一下。可以把叫声换掉了。学会了龙尾，龙尾强啊！我之前打 rank 靠的就是龙尾哦，龙尾我只能说双打的神技。专门处理那一个空间队的，空间队负五想放我，直接龙尾拍下去结束。龙之吐息学了，强烈的龙息还会陷入麻痹状态，天路不要了。龙之吐息，龙之吐息，我去大凯的婚礼嘛，刚好没参加到啊。特工强化哦，前面就是直接全部火烤啦，龙之吐息啊，火花。到了丝绸围巾，剑舞哎，还不错。木手工学一下，没坏。皮卡丘，上吧，木手工。电光一闪，哎，这个是超级皮卡丘啦！火花，猛火还好，开抓，加特工减速度，电磁波，静电皮卡丘哦。没有速度的皮卡丘，
获得830块。双打，更换小火龙。不用，直接上，开喷，回身，补小火龙要补啊。火花，回身，漂亮，猛火秒杀，这款很顺，那当然很顺啊。TC 版能有不顺的吗？120帧啊。神奇糖果。小火龙升级，小猫怪威吓，但没事，咱们是这个特工小火龙，火花啥都不怕。精灵球哦，精灵球拿一点好了，普通的好像没什么用。哭啊，被咬一下好痛啊。伤药，烤猪肉，火花，为什么效果拔群啊？你不是地面系吗？龙子吐息，龙子吐息，哦，小火龙要进化了。牙骨兽，受到效果绝佳的招式的时候，恢复25%的血，这个挺好的，给坦克用。给皮卡丘拿吧。BOSS 是一只卡比兽，不怕，直接火化，击中要害，龙之吐息，有点意思啊。上吧，皮卡丘，先给他垫一个迷迷冒冒再说啊。怎么看角色的状态啊？那我要看那个角色的那个技能的那个效果啊。电磁波我记得是会麻痹的嘛。电磁波，彗星拳，咚，效果拔群。哇，迷之果还被他偷走了，他还可以偷走这个东西哦。先电光一闪，先撞掉他半条。他这个麻痹状态很晒，怎么看我这几只有什么招啊？使用回声，
可以。他竟然还有熟成哦。圆筒是什么招啊？宝可梦概要可以看，早说。圆筒必定先制，回声就是一直放，然后越来越痛嘛。没事啊，圆筒啊，我继续瞪他。哎，回声，伊布上场了。泰山压顶，剩你的神压，看我精灵球！有点意思啊，卡比兽。运气不错啦，卡比兽。眼前一片黑了，突然。突然眼前一片漆黑了，哭啊，卡比兽的渴望怎么那么痛啊？我卡啦，没事，重连，一次过。哎，从卡比兽这里开始嘞，哼，他死定了。哎呀，刚刚是卡了，要不是刚卡了，火花，火花，要不是我刚刚卡了，早就赢了。回声，你怎么麻痹可以一直动啊？叫声啦，降防啦，降攻击啦，有喽，降很多，降很多，水枪。上吧，皮卡丘！使用先影子分身加回避，快闪开！上吧，伊布！泰山压顶！上吧，木手工！使用精灵球！在呀、啊，眼前一片漆黑。认真了，皮卡皮卡！神兽全部上场，无敌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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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
杨咩咩十万伏特，我就是小智啊！电气球让皮卡丘带着就会变强的球，带着皮卡皮卡丘。双打，双打好啊！皮卡皮卡丘，猪猪帮来送经验的、啊，增加持有者。哇，文佑果哎，很神哎！哎，这个给木手工。短裤小子想挑战我的皮卡丘，我皮卡丘是走十万伏特，没人扛得住啊！你是从电离下 counter， 效果十分拔群。超级球！哎呦，这什么虫？彗星拳！解决！特工强化！毛球哎，这个挺好的。这可是我的皮神啊，哦，傻灵哎，神招，扭蛋卷来一张啦，来吧，我的劲敌，岩兔儿啊，我换岩兔儿了，十万伏特，影子分身学了，各位把它滚蛋，我这是特工皮。哎，飞行器直接电烂，效果拔群。博士要把这个给我们60%经验值，都没什么有用的。一直电，一直电啊！神奇糖果，升级吧！泡泡忍蛙，先使用十万伏特，十万伏特，咚咚咚！土狼犬哦，像个灯的啦！继续吃啊！木手工狂蝶，贪心栗鼠，像个灯的啦！我想要抓一只喇叭牙，我们遇到喇叭牙，是山雀哦，给它电下去啦，喇叭牙。荔枝果咒，伟力，电光一闪哦，哼，敢打我的静电皮卡丘？静电皮卡丘可不是开玩笑的。在刷新物品的时候锁定稀有度，嘟嘟啊、哦，
都怎么有飞行器啊？是哦，电球。速度越快，攻击越高。再拿一个金珠。10万伏特就好了。飞叶快刀，哎呦，回音加变圆，10万伏特，电光一闪，电光一闪。为什么回音是单体的？回音一直都是单体的，没玩过是不是？电击！他这个特防有点高啊。好，百万吨重踢，给木手工学吧。开机不要了啦。100威力耶，那可是100威力耶。我这个物理伤害木手工，特工皮卡丘。你看这皮卡丘特工已经来到了17，速度也有18，超级吸取哦，没什么用，其实倒没什么用。防御强化，准备好在我后面吃土吧。自行车，一个车手，看我的电击飞行器，这都敢出来啊！冲边，有什么好的？都是大便。没错，你必须与我的水属性对战。纳尼？道馆馆主水属性，完蛋了啦！直接给你一个电击啦！阳光不需要啦。冷水喉电击。蛇舔大便招，得到了终极扭蛋券。嘣嘣嘣，这礼拜有这一群吗？有啊。哦，呆呆兽，想抓，打打残，哎 ，miss， 竟然。再给他一拳，超级球，减防的呆呆兽哦，但是特防超高哎，可以血扛这个，学一手睡觉无敌了。
这样我们有人可以扛了。鲤鱼王哦，直接电了啦。呆呆说进化之后可以学的还不错啊。预知未来，两个回合之后会炸人。拿一个地图，哎，有一个女人跑出来了。宝可梦永远不会背叛你。哦，鬼系的，先给他来一个闪电。火炙鸡啊，这个危险，闪电。看穿哦，看穿有用，飞叶快刀可以滚了。闪电，这把怎么回 PP？ 在那个掉东西的时候可以回啊。皮卡丘特工来到了40，速度也有48哎。陆力陆电呐、啊！爱心鱼也是电啊，我老皮就是一路电啊，电光一闪啊，还带麻痹的。但我是特工皮啊，不需要。弱歌球，哇，锁了骰要这么贵哦，也太贵了吧。电这个已经有了啦，我那一只挺蛮顶的哦。来个扭蛋机抽一下，出货，缘分的星神，两颗，三颗，所以抽到什么？五颗蛋。转，还有一个基本抽，哦，这个是单抽的，刚好像有一个蓝色的，特工强化，劲敌又来喽，看来你还没输过啊，好家伙！糖醋小酱，电击，糖醋糖醋，定身术哦，要学要学。哎，加一级是加几倍攻击力啊？0.5是不是？仙人掌哦，草系的、啊，那我只好使用电击啦。电击，水之波动得学。转圈圈，再见水枪。也4452最强中路，
喇叭鸟电效果拔群。This is Pikachu。 大幅提升自己的速度。不需要。快速防守哦，还好没怎么打双打。我还给你带了这个，这是最后一个咯，要保重咯。又一个学习装置，没参加对战的有 20% 的经验值。超级球，阿丁鱼电，百万吨重踢强化，该换别人上了，上吧，木手工。使用超级吸取，手工要进化了，妙化种子。速度增强剂，来，老皮强一下。种子种子，鸭宝宝，鸭宝宝是啥鬼啦？终极吸取，哎，好强！他的水系怎么这么猛？老皮，电他！泡泡人蛙，瓜头蛙，是啊，飞行系又没有克草系，我只能说他挺帅的、哦。双打精英组合，臭鼬加正电拍拍，电死一个，百万吨重踢，为什么我的蜥蜴没有带那个啊？电光一闪，我的蜥蜴为什么没有带格斗啊？哇，高速星星，特攻提高了，没事。特防之神呆呆兽上场，彗星拳，念力。蘑菇，水之波动哦，为什么阿刚可以不派出这一只啊？为什么阿刚可以只有一只在场上 ？bug 是？守住哎、
哦，另外一个人的是死光了。属性相克我全部都知道的。扭蛋卷也没什么好拿的，拿个扭蛋卷吧。重加水啊，直接给你顶着嘞，效果拔群。帝都，接着去哪边？我想想啊，我想要一些毒系的沼泽。圆蝌蚪，得垫下去。来点双打吧，空手道王，头摔鬼格斗系，先垫一下，影子分身，影子分身继续叠，我影子分身再叠，已经完蛋了。影子分身叠满，好啊，被换走了，哭啊！看穿，百万吨重踢，好啊，又被换走了，哭啊！叠了那么多，归零啦，影子分身。他就继续耍白痴，我没差。水之波动，效果拔群，怎么可能？好啊，产生睡意了。念力，他睡了，他睡了。皮卡丘开碟了，电击，电击，玛莎娜电，属性相克的显示不需要。属性相克就那几招哦，电击。哎，刚叠的这么爽，烟雾哦，废招。恶意追击，为什么你可以会恶意追击的？森林蜥蜴怎么会二属性的绝招啊？可以扫描敌人的两个个体值，挺好的欸。骰一手看看好了，锁了骰，黄金拳头 50% 的伤害转换成金钱，重戏，那边重戏有一点点不好打。力量觉醒，招式的属性会随着它改变。这什么招啊？阿
婆怪。对啦，毒系的，看我的百万吨重踢！洗手。哎，他打我怎么效果拔群啊？为什么？恶意追击？怎么可能？毒系打草系耶？咦？弹浮出来咯，还可以的泪眼兮，哎，莲花童子没料，还有冰冻光束哦，哈利利哦。加速度减物攻，速度只有5是怎样啦？嗯，咬咬龟，哎呦，6V 咬咬龟哦，顶的顶的，哇，这顶级龟龟，这顶级龟龟可以练了。化石盔，哇，这化石盔有个3V 哦，目前就那个顶级龟龟看起来不错啊，小木林没料啊，乌波，哎，蓄水乌波，可恶，没有任何的防御是怎样啊？你要是有两个防，再加个生命，就有用了，他好歹是蓄水、欸。是哦，没料。OK， 这些通通送给大木博士吃啦，我应该就拿那只龟了。2V 珍珠贝，水流裂破。水流裂破，我看一下，还有一颗稀有的蛋，铁尾，我要怎么把我那一只拿出来？皮卡丘想要学习铁尾。哦，那是下一把才行的、啊，不是、欸，我现在卡住了、欸，他怎么不给我学习铁尾？先存个档。哎、欸，对，怎么从阿伯？怎么从阿伯蛇这里开始啦？哎、欸。哭啊！我的蛋啊！乌龟，没事，应该会出一样的。漂亮，这个真的顶龟龟啊！哒哒哒哒哒哒。乌龟很丑，你等到乌龟进化就知道啦。乌龟进化之后全身铠甲，猛得不行啊！经验值加25%，哎，好东西耶、欸！回来吧，皮卡丘！古拉斯蒂哥古朗特想要跟你对战，绅士鹅。闪电效果拔群，
结尾啊、哦，需要。垃圾猫，电击，效果拔群，彗星拳，电球。垃圾猫倒了，影子分身不换哦，影子分身我等那个火之舞啊。需要一招强化招啊，金珠来一个，要不要换？换啊，这里肯定换啊，森林蜥蜴啦，不良蛙哦，百万吨重踢，百万吨重，哎，对，蜥蜴倒下来了。皮卡丘，爽朗薄荷，减阿素，减特工，不错，给这个蜥蜴换一下。来上场，超级吸取效果拔群，吸血咯，减特工没差，我这物理吸啊，石抹些进化。超级吸取是特工，不是啊，不急啊。哎、欸，他怎么不是进化摇尾巴那个？泥巴鱼啊、哦，百万吨重踢，屌打岩石系，百万吨重踢，充电哦，看穿。可以保护了自己，超级吸取，挺住是一定会胜利低嘛？超级吸取，非常可怜，这个泥巴鱼甚至还会一招喷水，超级吸取，茂盛不知道什么效果。终极吸取，完啦！怎么都是这种招啊？怎么是特工的、啊？大家一起唱可以强化攻击力。精神强念哦，蓝色究极，终极吸取，这个确实可以给呆呆王学一下。我看一下。没有啊，悟空的49啊，只是一直没拿到悟空招，速度超快的、欸。先来一首特工强化，这就会做一个结局吗？说这个法环哦，那肯定会啊。为什么这个泥巴鱼第二个是什么属性啊？为什么还有一个鱼属性啊？you
终极吸取恶意追击，啊，这岩石系不简单啊！上场，呆呆王，水之波动，哎，对，靠晒是不是啊？皮卡皮卡丘，彗星拳，格斗打钢系，血虐。彗星拳，学放电哦，神招哎！这个是我那个鳗鱼最强的一招，哎，我右边需要一只这个避雷针，避雷针鳗鱼有没有？来句草丛，哎，这个命中率怎么那么高啊？臭臭花，开电！彗星拳。新队员了，我想抓进化过后的喇叭牙。找一下有没有啊？我觉得该开始打双打啦。重香水，好，裂腿膝，这不错哦。给他一拳，然后开抓。还有虫子预感呢，这只神的。好啊，运气不错啊，竟然可以打死我这个。进球，虫子预感，速度防御最顶，二连踢。一手二连踢还不错啊，神奇糖果，蜥蜴升级，没钱了，完全不怕。来，念力加上放电，不是你特防这么高，怎么会被电死啦？又怎么啦？你又怎么啦？摔倒，废招，PP 提升技，特工强化一下好了。好，王，他来与你对战了。迷你冰，冰属性哦，先看穿一下。百万盾终极吸取，秒杀，草打冰又不灰。哎，投子哎，神招。
糖醋小将看穿，百万吨重踢，危险，很危险，百万吨重踢不到了，乌瓦他加速了。上场吧，皮卡皮卡！电击，哎呦，龙龙眼，彗星拳，格斗直接打地面，秒杀！竟然有这个结实啊，挺帅的。学习十万伏特可以，再见了电击，皮卡丘使用十万伏特，皮卡丘使用十万伏特。你的宝可梦真的很棒啊，那肯定啊。星桃果，好啊，我的蜥蜴竟然会被打死啊！哎，它有带果实的哎。森林蜥蜴。那你上场了，百万吨重踢，百万吨重踢，没打到，看穿，使用肉鸽球，漂亮，啊，这什么蛙哥啦？这什么状况？这什么状况？两只都有点不行呢，森林蜥蜴升级，双打局，看穿，放电，这里是刷 Z， 刷什么气？看穿加放电啊！我就缺一个，缺一个蓄电仔，缺一个那个毒毒，毒毒的那个叫什么毒毒王哦。厉害伤药，先补一口啊。裂腿黄有点难缠，皮卡皮卡，十万伏特，十字剪可以，格斗神招，唱歌这种垃圾丢掉。好伤药，十万伏特，蜥蜴正在寻找上场的机会啊，不急啊，神奇糖果，我得先想办法把我的呆呆王进化一下，应该说复活一下。打完了，听话的宝可梦，自私的宝可梦，宝可梦有独特的个性，地鼠
地鼠就准备吃我的彗星犬秒杀啦。我知道彗星犬就是专门留给这种东西的。咚咚哦，十万伏特灯了啦。进化了，小智最强爱将蜥蜴王，物理系的，二一追击可以丢了，极洛应该不太需要吧。也不是打人，电宝宝，彗星拳，咚！敢用电光电我这样，彗星拳再给你一拳啦！彗星拳，为什么悟空只有加一啊？不是应该加二了吗？我刚不是叠两次了吗？哎呦，最后竟然是一只这个，吃我十万伏特啦！深渊突刺，两回合内无法打出声音类的招式，黑暗的。刺耳声，大幅降法，不学。哎，孵出来喽！咚咚咚咚咚。赫拉克罗斯，大变属性，特性伊利，完全没有用的家伙。拿去给大木博士吃了吧。哦，管主，草属性的管主哦。土台龟，彗星拳，完了，地震。还好我有飞行系的。狮子剪，哎，还是一样痛。哎，按错了，看一下，冷静。狮子剪是怎样？反正狮子剪就是比较强嘛。十字剪，哼，我还有文佑果呢。虫之预感来了，完啦！他这首终极吸取，但是也没多少给你吸了。裂腿荒上膛。剑猛扑，看你多能吸啦！忍蛙，甲贺忍蛙登场。在战斗中进化，正常哦。飞水手里剑，
嘿，冠军手里剑。瞬间失忆。趁早。水之波动不要了。藤蔓怪哦，一样啦，猛扑啦，秒杀！我刀一下就是一个人啊，猛扑啦！冲浪不错，定身法不要了。等等，那个音箱蜥蜴可以滚蛋了。每场战斗额外多一个物品。我想想啊，来去洞窟里面抓一点的好了。哎，卡了。洞窟还不错啊，我洞窟我想抓一个，再抓一个格斗的，抓个格斗的或飞行系的都不错。好啊，又从他这里开始打啦，有个是土台龟啊，就是先吃我的彗星犬再说啦。上吧，裂腿荒，猛扑！啊哒！猛扑！啊，这个终极吸取很危险的。猛扑，虫子预感很稳。虫子预感启动了啦。啊，虫子预感加二速无敌。换掉了，猛扑！血恩的是连伤害都不能打，血恩的让那他让我学干嘛？致命尖刺啊！你也要滚蛋啦，你也不用什么尖刺了啊！你准备去大木博士那里好好休息啊？冲浪全场强，双打神技。先把他的果子拿走。没错，要先拿他的果子。绝地兔是要先放生才能抓，是不是？上把蜥蜴王，百万吨重踢，效果拔群，看穿。地面系哦。这是地面加超能力哦，好特别的属性哦。
四颗球。没什么想骰的，加一下特防。大嘴蝠，飞行加毒有点危险。上吧，皮卡皮卡！因为参加婚礼嘛，对啊。那我抓这个大嘴蝠干嘛啦？挑衅没料，白银香水来打双打，哦，巨甲屋子，水系的，值得一抓。先给他来一个十字剪，文佑果的威力，十字剪。上把肉鸽球，好废的属性啊！有点坑坑的，哎，甚至连道具都没有。学找偷懒，神招神招。超神呆呆王，特防的神，光强哦，光强是那个群体的嘛？但我的皮卡丘是打伤害的，不需要。巨大金珠，上吧，皮卡丘！上吧，蜥蜴王！皮卡丘使用放电，蜥蜴王看穿皮卡丘的放电，大岩蛇使用了龙袭，皮卡丘使用影之分身，蜥蜴王使用夜刃，欸，他有带道具耶，欸，哦，紫色的，哇，哦，金色的 100% 捕捉，拿了大师球，好久不见，啊，你不是说你不会再出现了？刷 Z 啊，大家要记得我们这里刷 Z 的，啊，你现在不想家不想我吗？我们很想你。十万伏特啦，哎，欸，你这闪焰王牌是怎样啊？单地的闪焰王牌是不是？看我的飞水手里剑啊，竟然有蓄水，上把呆呆王扛一下，偷懒，就扛了一下，没事，裂腿黄上来咬他，直接给他一个虫系猛攻秒杀，挺会换啊，飞行系啊，等我。飞水手里剑，
丢人，飞水手里剑，激流启动了。水系的招式现在是加两级，飞弹针哦，连斩换了，仙人掌非常危险，鬼换裂腿黄，他这里一定换啊，我忍蛙也扛不住那一下了，也只能打了。突袭！突袭！还行，必定牵制。学习替身吗？不学。龙属性哦，猛攻开撞啦！好啦，最后一只仙人掌啦，上来送啦，撞一下结束啦。最强的招式只有在一开始用的时候才有用，迎头一击，都这样了还是不够吗？这样下去你就永远不会回来了，坏女人想把我抓回去啊，电器场地耶，该拿一个给我们的老皮加个电场，等我们的电电满吧，感觉电电满要去海边才遇得到。哎，又一个背包客，就带一个，竟然是火系忍蛙上场，挺帅啊。飞水手里剑，喷火陀，漂浮电，电满真的超强啊！我现在就等一只电满。速度强化一级，这三明蛙哥啊，长这什么怪样啊？飞行系是吧？百万吨重踢直接秒杀，终极吸取，再加一个电磁炮，那简直完美。来，双打。皮卡皮卡，看穿，加上放电，皮卡皮卡，啾！
电磁炮命中很低，命中很低也还好。这个双打很强哦，这样他打我的蜥蜴王也打不死了。继续隐藏香水啦，两只都不换，血虐的。这里百万吨重踢，直接秒大钢蛇。哎，对，没中。看穿，放电！又原始之力，没事。速度下降了，终极吸取大钢蛇，吸口大的，钢系啪。不知道我格斗系打钢系怎么了，精神强烈呢，帅哦！哇，要丢哪招啊？每招都很强哎。哈欠也是神招哎，丢这个了啦。哇，岩崩好痛啊！打雷哦，帅哦！分身再见了，这里再拿一手命中强化无敌，接下来打雷必中金光花哎、欸，呆呆王，哎，打这种就是你上场的时候咯。先给你来一首瞬间失忆，加二，偷懒，精神强念，精神强念。光花哦，没有很喜欢啊，我等一手满哦，剑舞哦。其实这一只虫应该也是要走，没什么用。又一个经验护符哎，湖泊湖泊湖泊抓鳗鱼，拿去给大木博士吃吧。暴士龟加一只天鹅，使用看穿加上放电，皮卡丘的等级竟然被超了，转圈圈，天鹅 out， 写 overload 两个月，那就是双打的基本连招哦，懂不懂？自我暗示哦，还好，没什么料。
通电光束普通。隐藏香水吧。哎，爱都的狼啊，哭啊！火箭队的。鬼幻他这里要放毒嘛。呆呆王上来扛一下。精神强念。竟然是这个钟哦，偷懒。你换这个钟干嘛？我要开始叠状态啦。你就玩你的吧。加五，加五特防啦，兄弟们，加五特防啦。冲浪直接带走啦，相当愚蠢啊这个家伙。冲浪怎么可以到加六的、啊？哎、欸，这一版可以超过加五的、哦。冲浪带走，有改版呢、欸。让对手的 HP 变得跟自己一样。被招，风速狗，哎、欸，来搞笑的。冲浪，偷懒一下，哦，补血。冲浪，有雨哦，雨天队哦，不需要啦。弹跳怎么着？飞行系的招没掉，但没那么多双打、哦。目前打起来没那么多双打，是还好。偷偷的偷懒一下，再偷懒一下，这里很痛哎、欸！哎、欸，对，偷懒用完了，精神强念，来吧，混乱！爬级降低敌人的特攻，单刷、欸，呆呆王这一波完全是单刷、欸，等价乌龟啊！他有带东西呢，防御增强剂哦，放电啦、啊，这就不是我要抓的、哦。反正我放电也不会 miss 啊。怎么看克制关系？你要去查、啊。皮卡丘越喜欢训练家，电击的威力就越强。这什么招？闪闪雷光，神招哎！再见了，打雷！我们不要打雷了。
我就缺一手铁尾，我这个皮卡丘的配招就跟小智的一样了。但我觉得小智的铁尾根本是学来耍白痴的，神通力还不错，电光一闪可以丢了。小智的配招真的只能说略显愚蠢。万吨重踢，哎，这里换一手虫啊，没事，我再踢。他后面有没有快闪开啦？治愈波动啊，恢复对手生命值一半。水流裂破，贝壳刃的强化版。野草恢复，百万吨重踢啦！百万吨重踢治百病。最后一只尖牙龙，开踢，飞叶风暴，不喜欢，没用，特攻系的不需要，我这是物攻蜥蜴王。他的伤害转成钱，我没什么感觉了。哦，水系，怎么没有特攻水啊？我要把冲浪换掉啊！哎，露娜，比比鸟。鬼换一手皮卡皮卡，所以他这里一定用换一只，我直接给他一拳。南瓜精灵，直接给你一拳。剩下三只可能都是飞行的了。巨前蟹，那你换什么都没用了，闪闪电光。哎，钢属性一样，闪闪电光。比比鸟啊，哎呀，比比鸟啊，也不是小智不要你啊，这放电下去你是真会死啊！啊，哔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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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神奇糖果，塞一手大的，有没有？千块，拿一千块好了。东斯猫，十万伏特，一般系直接电死。他没换就代表他没有地面系的。
我这一路电了。如果没命中，自己会受伤。二连踢换掉。你有这个啊、哦？我赶快啦，十万伏特啦！十万伏特治百病啊！无哭啊，十万伏特啦！哎、欸，哎、欸，竟然有电不死的东西，上吧，蜥蜴王，终极吸取。什么时候能抓别的？我在等啊，我在等一手可以搭配的。飞行系哦，先看穿一下，看他学什么。OK， 上吧，呆呆王。哪里？效果拔群？怎么可能？哎！呆呆王竟然会被特工打死的，上吧，巨甲舞者，迎头一击，飞弹针，水流裂破。不好打哎、欸，这边好打，剩蜥蜴王了，只能百万吨重踢了。哎、欸，他、啊、怎么有幽灵啦、啊？夜刃啦、啊！夜刃，漂亮，茂盛触发了。他怎么会自爆啊？火系是吧？飞水手里剑，飞水手里剑，分身呢、欸？可以，接下来就靠忍蛙了。Shut down。这里要复活就贵啦。哇，这一战打得有点硬啊。早亡哦！还行啦，这里终极吸取加上十万伏特，其实应该抓这个早亡的，抓这个早亡，我就直接双打到底了。对啊，我应该抓土王啊，另外一只叫土王啊，就是那个会放毒的那个版本。呆咳嗽，夜刃啊，小尾巴的不需要，这140块，好穷哦。低级宝可梦获得更多的经验值，那这好了，我现在感觉没有很缺等级。
怎么卡啦？土王是从那个小小只的那个叫什么蛙哥身上去的。早王哦，感觉真的没有很有用哎。早王的话，肉鸽球给你啦。湿气加大胆哦。再见了，巨甲舞者。竟然是湿气哦。BOSS 是呆咳嗽，直接终极吸取。有苹果弯曲的汤匙，终极吸取。藻王的湿气是什么效果啊？去沙滩找一下吧，沙滩找一下电电满。啊，铁炮龙虾。麻麻鳗鱼，请给我麻麻鳗鱼王。好大的手。哦，招式命中率增加，这个太强了吧。我看一下哦。给老皮，不知道老皮是全部100命中的、啊，这样百万吨重踢再也不会 miss 了。直接给你踹死！上吧，老皮。你那是一只鸭鸭，台积电直接被我打掉。好了，恐龙一起下去了。接下来我觉得直接100层了啦。地震可以哦。哎，那个时候是地震，地震配一只什么？配一只飞的嘛。永久提升。提升一下偷懒的强度。寄居蟹啊，人蛙，废水手里剑，废水手里剑。沼泽没有鳗鱼，沼泽怎么可能没有鳗鱼？你不是之前帮那个好白痴组队那个吗？我的鳗鱼就是在沼泽抓的、啊、
好伤药。山海地鼠啊，你这样子我很想放电。迎头一击，漂亮，击中要害。除非它跟原版不一样。来，又一个升级了，报恩，亲密度越高，攻击力越高。冷蛙，这就是我们要的。羁绊之力，闪闪雷光。来看一下亲密度写在哪里啊？波子色，极具皮卡丘。要怎么极具啊？阿刚，刚拿了怎么没有啊？巨前蟹等等洗了，有腰带了，极具 Mega X 皮卡丘准备登场。岩石系啊，不怕，十万伏特。还要加上地招式，全都要。速度强化，超坏心欸，有毒的欸，还可以欸。你再垫下去啦。木手工还有火吗？我现在就在找一个机会让他复活啊。先隐藏香水啦，不然沼泽都快走完了，还没遇到东西。怎么又是闪闪电光？完了，沼泽都走完了。毒蛙，闪闪电光。来个双王怎么样？活力碎片，算了，省钱吧。呆呆王200滴血嘞，你的策略就是使用水属性的宝可梦全面进攻小霞。那你是完蛋咯。我的策略就是直接使用电属性的，赶紧等一下明明冒冒。宝石海星欸，这个是原始版的欸。啊，水系道馆啊，很正常啊。你遇上我电系道馆的，我只能说没办法。你的哥打 AI 为什么没有超能力啊？下大雨了，下大雨了，那真是太好了。送你一个闪闪雷光。帮大忙咯。
你是有技术的，3100块。雨天不先放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大嘴欧不先上。然后哥啊，霓虹雨，我要直接开100层了啦。去吧，皮卡丘的好朋友蜥蜴王，你该来追等级了。而且你也能赚钱啊，雨一直下啊。神奇糖果。皮卡丘才200，哎，皮卡丘200滴血都不到，150滴血而已。扭蛋哦，可以来转一下啦。5连抽。知道双打啊，我有吃双打啊，都没遇到啊，水哦，一颗好的顶级稀有蛋，这里来，这里有这个，哎、欸、色尾的，又一颗稀有色尾齿，好啊，这里单抽。毒刺水母，来咯，皮卡皮卡，我抓到神兽了吗？有啊，皮卡皮卡丘，看破，我这个神兽组合哦，就缺一个喷火龙了。10场双打加倍，好，火精王，火精王可以配，可以配那个，可以把它吃掉的那个叫什么？他飞起来了，看穿，相当愚蠢。火精王双打的神，神奇糖果。老皮继续升啦，老皮的能力加好少，那这区怎么都是这种卡、啊、他怎么那么痛啊，为什么皮卡丘长得不一样，因为我那是色尾的皮卡丘啊。伤药存钱就好了。哎、欸，漂亮，就是这个燕窝，这就是我要的燕窝。先吸他一口。
我相信他是避雷针燕窝。他也不用避雷针，我记得他本来就抗电。老王，上来扛一下。反正你要走了。抓了。也是哦，刚刚就应该电他一下哦，看一下他是不是哦。我相信他是啊。风力发电，你看是不是嘛？电光电球。老王滚了，风力发电也不会被电到啊，不用担心啊。角鲸鱼啊，终极吸取。风力发电不怕电的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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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帮一只全补满。啊？哎呦，右边这只没看过哎，最新版的是不是？但我没位置啦。水加超能力，是吧？为什么另外一只没中？他放盾了。有啦，有电到啦。哇，有冰属性的绝招。日月的御三家完全没看过有人在用嘞，应该没料的。哦，好东西，肉鸽球。水手要与你决斗，海鲜机甲，终极吸取，速度下降了。水炮，没料，很多都没签证。到新的岛很多都没有签证的啊。蒂亚海狮哦，也是吸一口就再见的啦。效果拔群，我这经验值，飞啊飞啊。也归我了，高级球 PP 提升，看穿强化。哇哦，这什么蛙哥，乌贼王哎，甚至还不带水的。为什么还可以带两个道具啊？这一款是可以带无限道具的，是不是？
知道我蜥蜴带的又不是道具，我蜥蜴是吃东西耶。百万吨重踢，哎，对，没中，终极吸取。果子上限十颗，哦，果子有上限十颗啊，那我中间没拿果子有点亏耶。来去海底啦，去海底找我的电鳗呐。哇，新的 BGM。电鳗在有水的地方吗？电鳗就水加电。隐藏香水。这些 fish 都是来送的、啊。电鳗除了不怕地震，还有哪个特点吗？还有不怕电啊？没有弱点了、啊，他根本没有弱点了、啊。双打的神，我只能跟你这样说了，双打的神，有龙之舞的鲸鱼，这个海胆就是我们电鳗最好的朋友，再加电器制造器。金色传说木木消发光宝可梦呜呼色维恐龙，它后面还有加14是什么意思啊？24还会再加14哦？还是它是从10加 24？10 加14变24啊？有龙之舞没料。裂空座没料，哦，是比原本图鉴的好。花贝贝，小丝丝，能力很平均啊。哦，未知图腾。未知图腾不错的哦。假猴霸，真的有假猴霸哎、欸！那假猴霸单挑的时候要干嘛？哎，假猴霸就是直接龙尾教训了。好，果子全给你吃。哎，你看这鳗鱼、啊，怎么是这个鳗鱼？很像啊。没遇到可达鸭，没错，没有遇到可达鸭。二十五场战斗双打，来双打 ，Give me 双打。海底你都追过来啊、哦！看来你的旅程到此为止了。我已经不认识我自己了，我已经战无不胜了。闪焰王牌，闪焰！我只能说，你这个组合，我一直呆呆王打全部。我是非常了解你的组合的。
我准备开始叠我的状态。嗨，你怎么练了一只白痴将军？啊，不是啊，你这白痴将军也是来送的啊，精神强练直接秒杀，怎么可能？哎，为什么？你不是刚系吗？迎头一击，我格斗系直接把他打死啊！下压踢，迎头一击只有开局可以用哦，不用白不用哦。大嘴鸟，接下来。我这里派出皮卡丘的话，就是全收了。他已经没有东西可以当我的皮卡丘了。十万伏特，想不到还有一手仙人掌啊！上吧，大电海燕窝，电光一闪，高速移动，哎呦，你这个战斧龙有点意思哦，看来我裂腿蛙直接一拳给你干掉啊！怎么有逆鳞啦？还加一手文佑果，忍蛙，手里剑开丢，这他逆鳞怎么那么猛啦？他混乱了，他混乱了。蜥蜴王，先看穿，又是大嘴鸟，百万吨重踢，哎，完蛋了，这下危险了，只能靠你了，呆呆王，偷懒。这也没什么办法。为什么啊？为什么草系打龙系有降啊？草系打龙系不是一倍吗？他开挂是不是？真奇怪，我觉得他的龙系有点怪怪的。三属性打龙有减半，龙系可是被龙系打两倍哦。要是我刚刚皮卡丘给他等等起来。